话意思说是一个女逝者，火化以后吧，就直接上那个澡堂了，感觉身上味儿特别大，然后就洗了一下午的澡。调整好自己的心态，然后对他们产生尊敬。如果有那个结婚的，我一般都不参加，因为他们可能会认为那个我呢，可能给他们带来晦气。像那个接生的是迎来新生命，我们只是送走生命中的最后一程。